大家好，我是康佳。今天下午呢，在家录音，录得有一丢丢的乏。我们的颈椎呢，以他独特的方式给我了以提醒，我呢接受了他的提醒，于是换上衣服出来天行健了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们要给我们的颈椎宝宝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爱词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12个字重复一下：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我感觉用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与我们的颈椎对话上是非常非常合适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说对不起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疏忽了，我们忘记了他的这个劳累啊，对不起，亲爱的颈椎，真的对不起了。疏忽了你的感受，请原谅我的粗心大意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说谢谢你，我爱你。谢谢他，为什么呢？感谢你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呢，给我了以提醒，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你。谢谢亲爱的颈椎宝宝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夸一夸他了啊，美丽的颈椎，你是如此的修长，如此的灵活，谢谢你让我变得如此的轻松。我愿意从各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，我呢选择灵活的思维方式和自由的表达，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。亲爱的颈椎，你真棒，我们以后要好好合作，一起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